被板栗小队保护的高建国该怎么解决呢？或许我们应该先想想被倭瓜保护的田鼠该怎么解决。What？ 或许我们应该想想这一家该怎么打比较好。所以老大，你想好怎么打了吗？我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计划，就是不知道行不行得通。哦，巨人僵尸当炮灰。这只是第一步，巨人僵尸先干掉田鼠。田鼠还在，计划还没开始就失败了。搞错了，再来。先把前面这几个难对付的解决了，然后就是老巫婆和琪琪。就这几个海鸥，不行啊，这不是发挥的很好吗？现在就是计划的第三步，等甘蓝走到这个位置，就可以把琪琪和老巫婆砸掉。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。这次只是运气不好，事实证明我的计划是可行的，好吧？不要忘记给老大点赞哦。